哥哥哥来了没？还没。这是爱心书。常常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，我都笑说，敬业是送爱心，护业是做慈济。跑遍全台湾，就是要把大家的爱心送到每个角落。原来，来我们全家，做公益，真的简单又便利。看他们笑得那么开心，这样的付出也值得了。全家公益，用便利把心连在一起。